起跳，双手扣篮。NBA 球星 Kevin Durant 晚上现身台大体育馆，不多啰嗦，直接献上灌篮秀，向所有观众打招呼。这场篮球赢成员都是琼斯杯中华白队的男女球员，得到巨星近距离指导，好幸福！就看看到时候比赛能不能秀出 KD 的招牌急停跳投绝技。幸运极进场内的观众也不放过任何机会，拿出手机和相机猛拍照，而且 KD 的某项特质更是让现场球迷不分男女都叹为观止。超高，就没有就知道很高，但是本人看来更瘦长的感觉，大概都到他肚脐吧。就觉得本人比较瘦，然后真的很高，这个真的要看到看到，真的很高。许多球迷穿着代表 Kevin Durant 的服饰，个人 logo 上衣没问题，不过雷霆35号球衣好像就有点小尴尬。毕竟 KD 月初刚投下震撼弹，离开 OKC 去加盟季后赛淘汰自己的金州勇士，雷帝再也不是雷帝，这样抱大腿的行为看在球迷眼里，难道不会想烧掉身上这件球衣吗？因为你是球迷的话，你要尊重他的决定，你要信他打球，不是信仰他转队。那个我觉得那其次是你要看他能开心打球比较重要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就支持他的队，不管哪一队都一样。就不太就有点不太开心，但是就永远都还是支持他，不管他是哪一队。没有伤，有点贵。看来这些球迷都还很理性嘛。不过换个角度想，会愿意挤破头抢进场门票的人，毕竟还是他的粉丝居多。这位 MVP 转队到勇士，就是希望一圆冠军梦，也祝福他下回再访宝岛，已经美梦成真。回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